jungle. Audio Jungle. 作者：用时间酿酒 LDQUO 群主，我可以打个广告吗 ？Article 还没等我回复，对方已经把自己产品的介绍丢在了群里，提醒他撤回。刚刚还在发信息的他突然不见了，两分钟后又出现 LDQUO， 不好意思啊，群主，超过两分钟不能撤回了，下次注意。Article 没办法，按照规则我把他移除了群。原本只是一次常见的打广告而被踢的行为，十分钟后我的微信被他 LDQUO 轰炸 ，LDQUO 垃圾群主，垃圾群主，垃圾群主 HELLIP 连住发了几十条同样的内容，又好气又好笑。显然对方已经明摆住不讲理了，再去争辩已无意义，前脆直接拉黑。如今微信已经成为大家必不可少的一款社交软体，不妨就借这件事来聊聊微信礼仪。抛团也预总结了六点，欢迎大家留言补充。微信礼仪：一，遵守群规。俗话说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往大了说，规矩就是法律，违反法律就会被依法处理。参观野生动物园，不老老实实带车里，下车后被老虎咬伤，亦是漠视规则的惩罚。群规再小，也是群友们共同的约定。上次在群里，有一位叫小刀的朋友推广自己的平台，当你要求他删除的时候，他比你还理直气壮，说他写的文章都是钱货，是送给大家的福利。AskBigGo 等于 WINDOWASBIGGOPush， 群友们站出来说自己并不想要这样的福利，恼羞成怒的他便开始吐槽起规则的不合理，甚至说群里人欺负他是新来的。公道自在人心，无需多言，我承认一些规则需要改进，我们也需要去打破束缚，创造新的可能性，但都不是你谋求私利的借口。微信礼仪二，不要问在麻。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疲于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，懂得尊重别人时间，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尽管发语音很方便，打电话更直接，但关系不熟时，还是慎重选择语言。明明几句就能表达清楚的事情，非要啰啰嗦嗦耽误几分钟。除了语音，最让人头疼的是被问 LDQUO 在吗 ？Article 今天上午，一微信好友发来消息，在吗？回了一句在，对方迟迟没回应。下午他又发来一句 LDQUO 在吗 ？Article 在的，有什么事吗 ？Article 你毕业了吗 ？Article 对方接住问，自己正在写文，看对方似乎并没有紧急的事，便回了一句 LDQUO 还没呢，还有一篇文章要交稿。 Rico 对方很快便回复 Rico 你忙，打扰了。 Article 晚点聊 RDQUO。 当我准备发出这三个字时，却收到提示 LDQUO 消息已发出，但被对方拒收了。 Rico 好吧，我被对方删除好友了，真的是无语。如果陌生人聊天有问题时，不妨直接留言，虚伪的客气远比真诚的请求更让人讨厌。 AskBigGo 等于 WINDOWASBYGOOGLE push。 微信礼仪三，不要乱点错。你见过最尴尬的点错是什么？有人说是看到对方不回自己消息，却在朋友圈给别人点错，其实这真不算时髦。上次一位好友因为亲人去世请假，发了条朋友圈说明情况，结果有两人估计没看内容就直接点了错，我个人觉得挺尴尬的。但也有人表示点错只是代表 LDQUO 以月 RDQUO 的意思，没必要上纲上线，你怎样看呢？微信礼仪四，不要刷屏。这几天你应该会被支付宝的推广刷屏，又或是经常被一些没情商的微商刷屏。我并不反对微商，相反，我觉得这样的兼职挺好，既可以锻炼自己，又能挣一点外快。但还是那句话，适可而止。有的人一天能发十几条，
刷半天都是他的广告，有时候我都纳闷，他们这样发广告有人看吗？对待这样的微商，不熟悉的人，我会直接删除好友，认识的话，也会选择屏蔽他的好友圈。微信礼仪五，不要见红包就想参加一个线上的分享会，嘉宾是秋叶大。